原标题：蒙古帝国前期战无不胜，为啥元朝两次打日本，两次打恩南都失败？蒙古帝国的骑兵，不管是对亚洲人还是欧洲人，都是神一样的存在。亚洲这边，成吉思汗先是统一了草原上的各部落，然后就是灭了金、西夏、南宋、大理。欧洲那边，蒙古的势力范围几乎包括了整个黑海。但奇怪的是，元朝对日本、安南的几次讨伐均以失败告终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先列一下忽必烈的四个军事行动及结果。资料图：1266年，忽必烈就派使者出使日本，但因为风大，使都没能到达日本。后来又派了几次，日本对元朝的使者很不友好，其中一次还扣押了高丽向导，忽必烈很生气。1274年，忽必烈命拔都鲁领蒙汉军队15000人出征日本。战争一开始很胜利，但是因为异地作战，援军不熟悉环境，日本军队又采用游击战术，援军不得已准备退兵。在返航的过程中又遇到暴风，结果几乎全军覆没。1281年，忽必烈第二次远征日本，这次出兵的有两路，分别由汉将率领10万心腹军，由元将率领蒙汉等人组成的4万人。开始也是很顺序，但是元军犯了2个错误。一是滥杀，元军直接把日本某个岛上的居民几百人全部杀死，导致元军在日本民心尽失。二是将领之间不和，在进攻的时间上讨论来讨论去也没个结果，延误了战机。主将范文虎又抛下10几万军队，领着几个亲兵逃跑了，剩下的军队大部分被日军杀害，少部分成为奴隶，只有3个人逃了回来。后来忽必烈还有过两次想出兵日本，一次因为国内反抗没有实行，另一次则因为要征讨安南而放弃。原始日本地图：1284年，忽必烈要远征战城越南中南部，需要借到安南，还要求安南上贡粮食作为军需，但是安南拒绝。元军统帅霍桓大怒，分6路进攻安南，安南10万军队一触即崩，安南国王被打得逃到山里藏了起来。但是因为安南天气热，雨水多，蒙古兵很不适应，再加上对地形不熟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元军逐步失利，最终败北。1287年，忽必烈第二次征安南，皇子脱婚领进10万各族联军，一路高歌，安南国王再次出逃，不过这次没进山是下的海。但是安南老百姓却没有投降，他们一方面采用坚壁清野的政策，不给元军留下一粒粮食，另一方面袭击元军的粮草，最终元军因粮草供应不足士气低落，最终惨败，脱环都差点死掉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我觉得有以下几个原因。一，精锐的蒙古骑兵在两次大汉之争中丧失殆尽，阿内不哥巨兆众所周知，蒙古帝国为了大汉之位发生过2次大的战争，一次是汉魏由窝阔台系转到托雷系，托雷系几乎把窝阔台系大宗王的军队全部灭掉，仅留下2个千户，还是因为这2个千户本来属于托雷系，被窝阔台强制转给了阔短，也有说是因为阔短跟蒙哥关系好。另一次则是忽必烈跟弟弟阿里不哥之间的汉魏之争，打了4年，汉魏本来是属于阿里不哥，因为他得到了上林大部分贵族的支持，而且阿里不哥因为是托雷的幼子，按规矩继承了托雷的10几万部队，这10几万部队可以说是蒙古军队里精锐中的精锐，只是因为忽必烈得到了南宋等新腹地民族的支持，粮草军需钱财等比阿里不哥多太多，忽必烈才取得最终的胜利。其直接的后果还导致蒙古帝国的分裂，阿里不哥失败以后，北方又发生窝阔台系的叛乱以及成吉转汉朱棣的叛乱，蒙古族本身人就不多，
经过这几次大的战争，中下层能打的将领基本上都耗得差不多了。忽必烈之所以能够兼并南宋，一个重要原因是南宋这边有太多贾似的这样的人物，而非元朝军队战力超群。二，蒙古军队擅长进攻，不擅长防守。忽必烈据照蒙古人属于游牧民族，擅长骑射，他们的战法跟战国时期的战神白起差不多，以突袭歼灭战为主，不擅长防守。翻开蒙古帝国元朝的历史，找不到几场胜利的防守战。忽必烈两次进攻日本和越南前期都是胜利的，说明蒙古军队的战力并没有减弱，但是后期就不行了，因为他们对于日本的地形不熟悉，没办法深入作战，只得防守。当地人对于地形熟悉，可以利用地形不停的骚扰援军，这也是援军从日本撤军的原因。进攻无路，防守又不行，自然就容易败。三，军需不足，资料图三军未动，粮草先行。军需是军队能够胜利的重要保障，蒙古军队以前的战争都是边打边抢，军需问题基本不用考虑，否则蒙古军队也不可能远征到欧洲。打日本和越南就不一样了，日本是海岛国家，元朝军队对这里